这个是我们的美国金丝膜的手膜啊，就是手持丝膜出来的东西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三角形，你看这个金属感都听得清啊。现在有很多小问题，但是整体效果还是非常的棒。然后大家看，可以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做了颜色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品，这样。因为试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要将所有的成品要完成来，包含的表面处理，才能够去辨别它哪些细节还需要去完善。一般的美合金的模具可能要试膜3到5次才能去改善完成，但目前来看的话，我们这副模具的经验还是比较好的，应该是最多3次就能够完全投入使用。它虽然是有一些细节问题，它整体的效果还是挺棒，特别是它的这个超级薄，你看是超级的薄，看到。然后我们今天会试煮一批出来检测所有的效果，看这些。